是莫家庄的小米吗？再来。这回我可不让了你了。如果叶子还活着，他也能跟你一样。我们现在唯一能替叶子做的，就是多杀鬼子，替他报仇。接着装，别过来，你别过来，继续装。练我呀，啊？你和小米害了我四喜兄弟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今天就是要给我四喜兄弟报仇的。今儿要给你们演一出坐楼杀妻，让你们开开眼。救救星，丈夫快把他摔死了。
况？查莫回来跟水淹单独聊了一会儿，就直奔迎春楼了。我和钟担心这里头有事儿。查莫现在就在迎春楼，他要杀秀，你们快救救他吧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我求求你们，我跟你们跪下、哎。你先起来。你有没有发现有什么人跟着你啊？我不知道。哎，小米啊，你不能去，这是圈套。小米，肯定有埋伏，咱们再想别的办法。哎，你就别追了，你现在千万不能暴露。正月，二猛子，快去把小米给我追回来。记住啊，别暴露。走走走，迎春楼。好，王老成，王老成，我这次还拿了钱啊，拉我去迎春楼。不拉，快走。距咱们庆功宴开始还有半小时。林玲来不了。走。你不是去找小米了吗？
他怎么没来？告诉他，我明天还来。叶子别怕，日本人想问你点事儿。抓他吧，叶子！我不是，上佐，抓他们干啥呀？不是，是不是弄错了？放开！简队长，不要冲动了。少佐，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啊，抓他们干啥呀？叶子，你怎么也？我回来看看我娘。
你很爱你的母亲是吗？叶子，说实话，你和你的母亲还能够回到以前幸福的日子？要是说谎，今天就是你们在这世上的最后一天。你想听什么实话？八路在哪里？有多少人？这个我不知道。为什么联合八路杀了正月？我没有。少佐，您就别为难他了，他哪儿？戒掉他的枪。嗨，也没人。江队长，叶子不愿意说，那你替他说吧。我说啥？我上次不是把情况都给您汇报了吗？其他的我是真不知道了。全斗队长，你想让你心爱的女人在这里当着所有人的面被占有吗？你什么意思？张曼队长，哎，好好的搜一下叶子的事。全斗的，不好意思了啊，少佐的命令。不好意思啊，长官。长官，你走。长官，你别碰他。长官，我这人有啥呀？你个死长官！给我也放下！我受不了他。太君，你放了他吧，叶子真的啥都不知道。长官，放过我！你敢踹我？你。昨天还在他的身上，现在怎么在你这里？你们见过？我不知道，这是我捡的。什么时候捡的？就刚才回来的路上撞豆头。别人都没有捡到，这么巧？就是这么巧，我也不知道是谁的。叶子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把你知道的告诉我。不要连累了你的家人。娘，对不起，你别说了，别说了。知道，你要知道啥你就快点说吧，再不说我也救不了你了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剩下的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哎，我看你是不进棺材不落泪。这两个人归你们了。哎哎！少佐，少佐，我求求你了，放了咱们吧，少佐！少佐，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了。
是你害了叶子。李小蜜，你就是个扫把星，是你害了他们。叶子，叶子，女儿，快离开莫家庄，替我们报仇，杀鬼子。叶子。记住了，千万不能进入50米以内。
用你那破枪法，你还想当哥呀？还得练几年。明儿，你听我说，你是哥的。正月那傻小子怎么能配上你呢？哥现在是司令呢，你要是捅了我，你就是司令太太了。明儿。你没事吧？杀了他！小明，你没事吧？总有一天。
清理战场。是。小敏，小敏，洪大哥，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哦，我本来是帮八路打吕县的，后来听说查某回了墨家庄，我现在就想找个机会把他宰了。庞大哥，你不用去墨家庄了，查某已经死了。啊？所以这群鬼子才追的我。可以啊，小敏，这么着吧，跟我一起去帮八路打吕县。行啊，但是我要带上我的人。你的人？喂喂喂，你大点声，听不见。喂喂，好好，你说，好的，声啊。陈武阳损失过半，现在已经推到正部口了，再推就跳沙河了。是是是，怎么了？什么？哦，好好好，报告，西阳路失守，金湖路失守，健康路失守，三路都失守了，怎么办？只能背水一战了。命令各部退往正部口，集中所有兵力，为此决一死战。是。喂，听命令，退往正部口。报告，一线莫参谋电报。现战局，不到最后一刻，绝不要放弃。
石木大队长，让您久等了，连队长派我来支援您。你们这个时候来支援我们，的确已是强弩之末，你们是来领功劳的吧？哈，这不是水边派我来的吗？要不然你以为我愿意来啊？白给路，今天我送你上路。报告厅长，鬼子大队部已经被我们全部歼灭，没费一兵一卒。好，闪票，回令到。继续和吕县的司令部保持联系，别让水源看出破绽。是，走，兄弟们，跟我去挨个问候鬼子的中队。是。报告，莫参谋，接到沉重电报，他们已经干掉日军一个大队和四个中队，正从日军后方发起攻击。太好了，兄弟们，援军到了，坚持住，给我打！站好，快！准备！什么情况？队长，我们正在例行训练。啊，有戏！举枪！收枪！同志们，欢迎黑蝴蝶！大家好，别鼓掌了，就别鼓掌了。同志们，愿不愿意跟着黑蝴蝶一起打鬼子？愿意。愿不愿意跟着黑蝴蝶一起当八路？愿意。团长，前头端掉了一线日军的大队部，正在和莫文爵夹击日军。太好了，继续保持联络。是。报告团长。进。左后方发现一队鬼子，至少一个中队朝我方奔袭而来。鬼子？不是保安团？不是。报告团长。进。右后方出现了一队鬼子，至少有一个中队正朝我后方而来。一定是水边又从其他地方调来了日。
谦虚啊，钱豆。福田中佐还有徐处长都是你干掉的。说实话，我到现在还没有干掉过这么高级别的军官呢。哎，对了，夏团长有啥指示？估计他们快顶不住了，我们得马上赶到旅县去支援。走，开小鬼子车去。别急，咱们先给水边报个喜。哎，报告，神木大队在前斗两个中队的协助下打下了一线，请求您的下一步指示。非常好，命令神木大队携前斗部队火速返回旅县，以防旅县发生变故。嘿。你俩咋跑一块儿去了？回头再跟你细说。哦，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团长，团长，团长，这么快顶不住了。你们带来多少人？大刀营和保安团新兵连。好，三面埋伏，诱敌深入。Thank you.
司令部留一个警备小分队，其他人全部参战，主力仍要集中在城门处。嘿，希望各位能够为晋中天皇、晋中大日本帝国尽最后一分力。Yeah.
守在这里，掩护大部队进城。 司令部留一个警备小分队，其他人全部参战，主力仍要集中在城门庄。嘿，希望各位能够为晋中天皇尽最后一分力。